Hello， 各位读者，大家好，我是尖端小天使唐薇。你绝对不能错过的2010年台北国际书展即将到来，许多忠实的读者们是不是在这场盛大的书展中好好抢购自己最喜欢的漫画呢？这次书展盛况空前，活动多多，总共有5个国人漫画家在现场举办签名会。想知道活动最新情况，一定要密切锁定尖端官网哦，绝对会让所有漫迷们值回票价的。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老师们的新书预告吧。大家好，我是翰林，这次2010年的国际书展又有我的签名会咯，这是我恋爱电流啪滋啪滋的签名会，希望大家可以来参加。现场买马克杯的人前200名可以获得签名会的资格，希望大家可以来哦。1月30号下午2:30到4:00，期待与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林明轩，小薇老师，很高兴又要在签名会跟大家见面喽。这次我的签名会会在1月31号下午2:30到4:00。在世贸二馆举行，欢迎大家来参加跟我见面哦。那这一次的签名会很特别，是会有一个杯子，让我秀一下给大家看，就是这个金牌公主的杯子。那这个现场购买这个杯子的话，就可以得到签名资格。过去一年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大家除了支持金牌公主之外，也能够支持我在甜心的新连载年上年下哦，谢谢。翰林老师出版的作品，不论是口碑和销售量，都是广受好评哦。最近最新的作品是《恋爱电流啪滋啪滋》，是一部跟电流有关的浪漫爱情故事。小薇老师所推出的《鸡排公主》，是以爱吃鸡排的少女问题型男所展开一连串的爱情故事，过程相当有趣，是一部充满搞笑的爱情喜剧。好了，各位读者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次的签名会中，小薇老师和陈翰林老师的签名会是要在当天购买限量套组才可以获得老师的签名哦。另外，由洛奇老师和彭雪芬老师的签名会，这都需要购买最新的单行本，然后用书交换号码牌才可以获得签名资格哦。想要亲眼目睹自己最喜欢的老师以及拿到好康，那就请在1月27号到2月1号锁定台北国际书展就对啦。到尖端摊位上购买，除了全面85折特价优惠外，只要满500元就送会场限量精美手提袋一个。购买轻小说2本或少女漫画3本，即可获得新春红白对抗包一个。这么多超值好礼，大方送给你，大家别错过哦。